我们正在处理，已经控制了，人体材料已经做了，然后我们看看依照那个哪头那个，我们依照法律来决定来进行处罚。还是同一个地方的人，东北来的人都是搞东北菜的，但是他们两个搞的菜种不同，那个是以面食为主，那个是以菜系为主，所以说他可能去记住那边生意好，点红呀生意好吧，你这是尿，都是尿，屎跟尿，大便跟尿。